是 Double Fan， 今天来一期《鬼灭之刃》真人 cos 合集二，睁大眼睛看好了。有这样子的数学老师，我当年绝对考151分，对吧？要不要一起来玩球啊？这个太还原了吧！不过看久了有点瘆得慌。看这无忧无虑的小眼神，赶紧把人姐给吐出来，要不然蝶姐就要来了。这说的太过分了吧，请收下我这崇拜的眼神。演剧什么时候这么吵了？不过好像偷猫头鹰是犯法的哦。我好像听到次元壁破裂的声音了，这个神仙小姐姐可是外国的哦。禁止把原图给我抠下来，这个迷豆子超不还原的，而且这个小姐姐真的本身长得也太好看了吧，好羡慕哦。这次鬼灭之刃的 cos 合集真的是太还原了，你们是不是很期待合集三呢？我会考虑一下的。记得关注我，喜欢看什么视频记得到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